刚刚开了4个小时的车，现在在南投。就交给身材娇小的妈妈进去了，太多人好挤哦。刚刚终于拜好土地公了。妈妈说要带着这颗金鸡蛋去过香炉。为什么我们今天一早会冲来南投指南宫呢？主要是因为这位女士说她想要来看指南宫的厕所有多高级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陪她去找这传说中的化妆室。进去了指南宫很厉害的厕所的女厕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喷水池，我妈说一定得拍，坐的蹲的都有。如果你有来指南宫的话，可以来这一个笋子朝圣一下。要去吃这一间。我弟在 PPT 上面找到大家来指南宫推荐的瓮缸鸡，这间店呢意外的离指南宫超近，就走出来隔壁而已。要去停车场牵车咯，走那边走。离开了指南宫之后呢，我们来到了田尾花园宫，然后这里呢有很多的花艺小店，可以来这里看看花草树木。这里的仙人掌超高的，很适合拍照哎、欸！一整排就是高高的，像是大颗的小黄瓜的仙人掌，超可爱的。不过也蛮刺的，大家如果走在这个小步道上面的话，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的衣服去弄伤了仙人掌。最重要的是不可以撑伞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来买仙人掌了。这个仙人掌园呢，会入园是需要50元的门票。但是门票钱呢，都是可以来折抵购买仙人掌全部消费的。我们打算去挑一盆可爱的。
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